个没事，太好了。宗主，恳请您让我见哥哥罗征一面。你兄长罗征正在参加拳风大比。他的天赋并不逊色于你。哥哥，恭喜罗师弟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领悟剑意。其实我的剑步是跟华师兄你学的，师兄不会怪我偷师吧？若只看一遍便能学会剑步，那青云宗人人都应该会了。你能学会便是你的机缘。无论如何还是多谢师兄指点。师弟客气了，裴师兄的比赛开始了。谢师兄也是田一峰的弟子吧？他原本是青云榜第一，但他外出斩妖错过了三年前的大比，裴师兄拿下了第一。那依华师兄看谁更厉害？不好说，谢师兄刀法已接近圆满，但裴师兄的金钟罩已经大成，极难攻破。反应太慢，还想着小情郎呢。住口！小丫头还挺凶，让你再胡说八道。罗兄，半年未见，你修为精进不少，不愧是燕儿的哥哥，天赋同样出众啊。别用你的脏嘴提燕儿的名字。拈花一指，去。罗兄，我对嫣儿一往情深，只要你劝说嫣儿嫁给我，我就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。少在这装深情，宗内谁不知道你到处祸害女弟子。这下你死。你中了天穹长老的灭世真元，竟然没死，怎么可能？
是天穹让你来杀我的。少废话，就算你没死，你肯定受了重伤，不会是我的对手。你们后海峰的人个个都挺自信的。你的剑是仙气。弄断了就没滋味了，真难伺候。龙骨乱鬼刺。青龙，真龙，你不是人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那就是大平擂台，所有参赛弟子都会通过平台传送到高塔之中，高塔内另有一番天地，决战就在高塔顶端的巅峰擂台。今年咱们小雨峰一定不会再垫底了。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今年的比赛一定很精彩。哎，罗征，欣欣师妹快过来呀。林师兄。哦，欣欣。师兄，这就是你的心上人？什么时候去提亲呀？等拳风大比结束我就。这不是万年倒数第一的小雨峰吗？你是谁？老子黑明，人称后海快刀。人称什么？说太快了，我没听清。那老子就让你见识见识。原来你们后海峰喜欢偷袭，我算见识了。总算晋升为内门弟子了，这身行头还不错。先准备小雨峰选拔，好参加拳风大比。